好啦，因为这个好像酱是精华，好了，哇，很可爱啊，比你嘞，很像。计时30分，三十分钟，预备，开始。大美，我先，你要先爆肉吗？敲成碎碎的，好。哎，这个蒜头都拍碎啊？要，可以多用一点吗？因为爆香我蛮喜欢蒜的。好，结果是你自己的喜好。哎，我不知道要多少量，我是凭自己感觉的。好，这样跟着感觉走，应该不会吧？我们这一队好好认真、很认真、快速，但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做什么，所以很好。好，谢谢。会再拍到可以吗？有点大，哎，可以切薄片吗？他是说薄片吗？对。哇，很薄哎，小刀子的，很漂亮哦。问题，你用一用。哇，好香哦！哎，真的哎，柠檬红厉害哦。哎，这闻我们的味道，我们在闻你们的味道，我也不想好吗？他就这样飘过来了。在空转呢，他是不是加水啊？是要加水吗？要求救。好啦，因为这个好像酱是精华，对，是灵魂，重点灵魂。好啦，你们求救。哦，好想要弄打泡芙哦。好，来上水。我是谁都看不得啊，这样吗？对对对，哎，有点看不到，哎，啊，有点看不到啊。首歌，我不要，想在最好唱歌，不然我是谁是最好？太阳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。好，抽你们的求救。你换你抽，换你抽。好，来谷歌。好，好 ，OK OK OK。你用谷歌查词。那好，那我继续切菜哦。哦，这样子看的，这样可以吗？清楚。好啊，好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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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很棒，很棒。伤脑筋呢，我现在是凤眼呢。5分钟，哎，他讲的跟我差不多。你再去找别的看看。可是这个是很清楚了。什么？等一下的。哎，这样很好，因为这样切洋葱不会流泪。它应该不用太多。我跟你讲，有帮我们倒数吗？有，你要不要一起来看一下那个面的部分？其实跟我讲的一样啊。那你先看酱比较重要。我看酱了，它其实就是我用料太少。是吗？不用加水吗？真的不用，真的不用。我们真的是死都不能求救。我们应该是不用的。我们都是靠丝袜泡头啦。怎么？你们要做一下节目效果吧。我觉得你们做的很充足哎，因为其实声音听起来很正常，可转过去会吓一跳。哇！有，好，终于要吃饭了，你们弄的。我们弄的。我跟你讲啊，谁做了哪一队的东西，我们都完全不知道。来了，现在都有15分，好，然后15分你就依照配置你自己去配，至少1分。另外2队的男生的话，一个人10分，那一样是配置的方式。OK， 这个新生不知道你想不想听？你说，因为我们有可能做的是偏不好吃，所以我们还要给不好吃的高温一点点，就慢慢感受。哦，蒜头。哦，好，这个蒜头躲在这里，感觉它蒜有入味，是这样。哎呦，有什么清炒的，厉害。其实如果是我们跟做这样，我会很感动，一点点感受一下。嗯。
肉酱还不错哎，肉酱是可以，肉酱还不错哎，非常 OK 哎，它有把那个番茄的那个甜酸跟煮出来，嗯，哎，它的面就比这个这个好，哎，它的面就比这个这个好，金酱。意大利面跟牛排是同一对的。哈，金酱意大利跟牛排其实17分，那就挂啦。17分，请主厨出列。谁做的？我是中文。加很多糖啊。哎，很好吃。当你跳窗户的时候，听音配对。我先哭哭。那个没有，有巧克力吗？没有。是这样吗？没有没有没有。你不就是特别要挑战意大利面吗？对。就是你做的倾向意大利面这个。对。用多久？半个小时，半个小时，这一家意大利餐厅已经倒掉了，都有可能。我们这组就是做会比较难吃，所以我们要给难吃的高分。有啊，我有听到，但是还是给比较低分呢。没有，可是一样。没有。对，好了，没关系，因为其实我不是。但有时候想一下，输了然后呢？对，没怎样啊。嗯，他们还要惩罚。对对对。没怎么。那你刚刚干嘛那么难过？就是觉得没有时间好用，就是有点挫折，有一点。